他跑到我的这个衣柜上面去了。皮克，一个人在上面干什么？好了，我把它放回它的笼子里了。它现在喜欢在它的这个小木窝里蹭。它想拍到什么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啊？这小木窝是被它咬穿的，本来是一个门加窗户的形状，然后被它活生生的咬掉了一块，就当磨牙了。看，一只小可爱的小松鼠在它的小木窝里打滚。它还是比较爱干净的，一般不会在它的木窝里面乱尿。那些黑点应该是它以前不知道什么东西留下来的，还是比较干净的。他在躺着咬自己的手，舔自己的手。哎呦，叫你怎么有反应了？趴下来，黑扣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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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，过来，过来，闻一下。哎呦，这么听话，一叫就来，又回去了，嘿嘿，又回去滚了。